大家好，我是晴燕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呢，不仅是今年台中最大的指标花园建案，更是在半年内呢就热销超过400户，荣获2023年全台十大热销建案之一。这里不只有中国医投资157亿打造的医疗园区，还有单元13重化区与五大建设开发的大未来。2015年底一月营运后，这里将成为北屯繁华新核心。新有6200平大基地太原 Yes 有什么利多呢？带你来看。太原 Yes 基地就是台中知名的太原夜市，基地四面临路，正对双公园，对面还有8000多平的大型停车场，亲友访客停车超级方便。社区内打造3600平私家花园，生活在高绿富的环境当中，给家人最大尺度的生活空间。不止如此，基地周边紧邻四大商圈，还有大型运动中心环绕，不管购物采买或是运动休闲也很方便。6200多平超大基地是2023年台中建案最大的基地，24层地标建筑，3600平私家花园。下楼就能享受空中花园泳池、户外茶屋、咖啡厅等等，还有30项俱乐部公社规划，难得一见的规划在这里一次满足。200多平的超级健身会馆，媲美连锁健身房的运动空间。超级丰富的公社呢，是宠爱家人最好的选择。现场样品屋共4间，展示2+1房到3+1房各坪数规划。北屯旗舰级大案太原 Yes， 欢迎赏屋喽。